开始啊，今天发起来，啊，边开开，啊，这里可以往上顶，是吧？还有脖这里调，这里可以调，这里个手轮，你调一下吗？好，可以调的呢，这个可以调的呢啊。这个要如果换宽窄，切宽窄一定要把这里拆掉，这里拆掉，这个盖板拆掉，这个手柄拆掉，盖板拆掉，这个是反牙的，把它拆掉，就把这垫片拿出来，要多宽可以自己调多宽。你先示范一下吗？好，示范一下，这现在就切，啊，这按下去它就会跑，推起来，推平，这样。掉出来了，来，嗯，好，到那边去拍一个，我切过来，来 ，OK。